头目高胜雄头目致辞，热烈掌声欢迎。可以，有吗？有声音了哈。我们中央的立委，我们金素美，我们常常看到在电视上或在电影上，就是在最漂亮的时候见到她。今天终于可以见到她了，各位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还有我们局里的局长陈芝林局长，还有我们副总头目林建昌，还有我们区长林国。林国庸，我国语不太会了，我们用原住民的字写下来，我可能会看得出来，不好意思。还有我们那个议员，我们林志强议员，还有我们苏伟恩议员，还有我们那个王先莲，还有我们那个。因为还有我们吴进昌，这个我绝对不忘记了，这是我们前任的那个里长，还有我们里长黄维刚，还有我们市副总头目，还有我们区总头目，还有我们议员，还有我们许根生议员，他是我的邻居，我差点忘记他是我邻居了。还有欢迎我们各组的族人来到我们现场，大家好。今天是非常开心的一天，因为在我们原住民来讲，我们观音今天是我们过年，也是我们的好日子，感受一下我们原住民真正欢乐的时候的样子。尤其我们各组各个不一样的文化里头，语言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不一样的，我们在讲话当中我都听不出来是别人在说什么，这就是我们文化的不同，语言不同就是文化不一样，我们生活的方式也绝对不一样。我们阿美族是属于海边，属于平原，属于抓鱼的，属于靠海边吃那个阿旺的，山上的我们有最厉害的布农族猎人，也有泰雅族，他们是最高端的，还有格鲁古，他在云海当中可以漂流漂去，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民族。我们各个族人各个生长的地方都不一样，所以说产生出来的那种音乐或者舞蹈也都不一样。我们好好的享受今天我们呈现给大家的一种感觉，能够在里面看到各个不一样的族群展现出的那种文化内涵。什么叫做文化内涵？文化内涵就是你的生活方式，你的方式是怎么样的。你如果来到海边，你看到阿美族在抓海洋的东西，你觉得那是虫，可是我们觉得那是我们的食物。在山上看到一个很厉害的飞禽，那叫飞禽，你就会看到布农族把它当作极品，泰雅族把它当作仙丹，因为它是不一样的东西，不一样的文化产生出不一样的东西，让我们享受它的食物，这是我们上苍给我们的。今天我们也很欢迎我们中央来的长官，我们县府来的主力，因为我忘记了我们秘书长忘记跟那个张荣峰秘书长，我忘记刚刚介绍，他就住在我旁边，这年纪大了有点迟钝哈，不好意思大家。感受一下我们文化产生的语言舞蹈，可以感受到我们长相、说话方式跟表现的这种语言，你有没有看到连肤色也会不一样？在荧光我们看到金素梅、高金素梅，他们在荧光飘扬的那种雾的感觉，那是白色的，
看到德古白色的衣服，白羊的白色的衣服，已经感受到他们在山峰中的那种特殊的感觉。我希望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自己是谁，让我感受到自己身处在这个都市当中，能够持续来延续我们自己的文化。也希望大家能够开心的来，开心的回去。在回去的当中，希望大家不要喝太多泡泡水，能够让它清醒一点。这一段路可以让大家更幸福、更快乐。谢谢大家。再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非常感谢我们大会主席的致辞。从他的致辞当中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原住民族是敬天爱地的族群，让我们都知道就地取材是原住民的专长哦。那感谢我们大会主席的致辞。再次我们要恭请的是我们桃园市府的秘书长张荣峰。